汉牡丹青开生面，云影交汇迎新春。旅美画家洪波画展在洛杉矶开幕，为中国的农历新春涂抹了一层亮丽色彩。当天高朋满座，嘉宾云集，艾美奖得主、好莱坞影星、著名设计师、名画家齐聚一堂，参观和欣赏了洪波新近创作的彩墨山水画。用中国画的笔墨画美国的山水是本次画展的一大亮点。画家呈现云影透光和真色生香两个主题的30余幅画作，彰显了洪波山水画及花鸟画作最新成果和中国传统水墨的深厚功底，受到在场艺术家的赞誉和追捧。最主要是以加州山水作为主题，也是我常年来就是对加州作为题材探索的一个成果。正好是春节，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春节，在这个期间呢，把我的这个山水作品呈现给我们爱艺术的洛杉矶朋友，也祝洛杉矶的朋友新年快乐。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